亚米爸爸发生什么事了？前面要闪，前面要。哎，我们不要再走了，前面走。他们做好了耶！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抢糖粉。这个其实表现也蛮可爱的。好漂亮哦！有吗？有吗？从这边看。哎，如果里面放个惊喜的玩具更好哎。对啊，但我们没有想那么远，我们也不管了。这样就可以拆礼物的感觉。好，送小孩子的礼物。这样你们可能要花。那就找出我们姐姐来帮忙吧。没有啊，你很快就做好了。你知道谁最厉害吗？偷懒，偷懒，现在偷懒。随时可以call out吗？爸是甜点代表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选了他老公的？